本年度行业最佳员工得奖的是 Uber 的这位员工。这位员工凭着对公司的忠诚，就算有 Uber 司机疑似被拖粮，上门大闹兼人身攻击，他依然尽力帮对方解决问题。我们看看他得奖片段。我可以联络到，但我知道他在哪里。那你可以联络他。我的指示今天就是找第二，有什么事就帮大家解决。打你啊，我帮你抄低。你打你啊，我不想我拒绝这样做。我帮你抄低。你为什么拒绝我？我的指引是帮你抄低。那你是什么？他是调查。乜嘢事調查？調查乜嘢事啫？我真係唔知道。咁你乜都唔知咁，你點幫我哋？我今日好多嘢唔知道。你講埋廢話嚟。咁你喺度打我哋啦？唔係嚇，絕對。我哋強力報警，成個小班係啊，報警啦！我好想解決。我而家嚟搗亂去報警啦！我而家覺得咧，大家可以冷靜咁。我而家唔冷靜啊，報警啦！我想冷靜啫，我想冷靜。咁你夠級數解決？冇錯，我的確唔夠。班啊，我的确唔够级数。咁你讲嘢啫喺度。对唔住，我唔够级数。俾人围攻都仲系咁冷静 ，EQ 真系好高。